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我这一辈子，六，作者老舍，播讲琴声。我再多说两句，或者就没人再说我太狂妄无知了。我说我觉得委屈，那真是实话。请看吧，一月挣6块钱，这跟当仆人一样，而没有仆人们那些外找，死挣6块钱。就凭这么个大人，腰板挺直，样子漂亮，年轻力壮，能说会道，还得识文断字儿。你说这一大堆的资格，一共值6块钱。6块钱饷银，扣去3.5块钱的伙食，还得扣去什么人情公益，净剩的就是2块上下钱吧。衣服自然可以穿官发的，可是到休息的时候，谁肯还穿着制服回家呢？那么你不做不做，也得有件大褂什么的。要是把钱做了大褂，一个月就算白混。再说谁没家呀？父母哦，先别提父母吧，就说一夫一妻吧，至少得另间房子，得有老婆的吃穿用吧。你就凭那2块大洋啊，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就连这么着月月还不够嚼。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肯把姑娘嫁给当巡警呢。虽然我常给同事做媒，当我一到女家提说的时候，人家总对我一撇嘴，虽不明说，但是意思很明显，哼，当巡警的。可是我不怕这一撇嘴，因为10回到有9回是撇完了嘴而点头的。难道是世界上的姑娘太多了吗？我不知道。由哪面看，巡警都活该是鼓着腮帮子充胖子而叫人哭笑不得的。穿起制服来干净利索，又体面又威风，车马行人打架吵嘴都由他管着，他这是差事。可是他一个月除了吃饭净剩2块来钱，他自己也知道中气不足，可是不能不硬挺着腰板，到时候还得娶妻生子，还得仗着那2块来钱。提婚的时候头一句是说小人呐当差，那当差的底下还有什么呢？没人愿意细问，一问那就遭到底儿。是啊，巡警们都知道自己怎样的委屈，可是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懒都不敢偷，一偷懒儿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是他不敢抱怨，他劳苦，可是他不敢偷闲儿。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来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这个差事。这点差事是扔了可惜，坐着又没劲儿。这些人也就是人似的，先混过一天是一天，在没劲儿中要露出劲儿来，像打太极拳似的。世上为什么应当有这种差事，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肯做这种差事的人呢？我也想不出来。假若下辈子我再托生为人，而且忘了喝迷魂汤，还记得这辈子的事儿，我必定要扯着脖子去喊，这玩意儿整个是个丢人，是欺骗，
是杀人不流血。哎呀，现在我老了，都快饿死了，哼，连喊这么几句也顾不及了，我还得先为下顿的窝窝头而着忙呢。自然在我初当差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事儿看清楚了，谁也没那么聪明。反之，一上手当差，我倒觉出点高兴来，穿上整齐的制服靴帽，的确我漂亮精神，而且心里说，好不歹吧的，就是个差事啊，凭我的聪明与本事，不久我必有个升腾。我很留神看巡长巡官们制服上的铜星和金道，而想象着我将来也能那样。我一点没想到，那铜星和金道并不是按着聪明和本事颁给人们的。这新鲜劲儿刚一过，我已经开始讨厌那身制服了，它不叫任何人尊敬，而只能告诉人们臭脚巡来了。拿制服的本身说，它也很讨厌，夏天它像牛皮似的把人闷得满身臭汗，冬天呢，一点也不像牛皮了，倒像是纸糊的。他不准谁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只好任着狂风由胸口钻进来，由脊背钻出去，整打个穿堂。再看那双皮鞋，是冬冷夏热，永远不叫脚舒服一会儿。穿单袜的时候，他好像是两个大篓子似的，脚趾脚肿都在里面乱抓弄，而始终找不着鞋在哪儿。到了穿棉袜的时候，他忽然变得很紧，不许棉袜和脚一起伸进去。有多少人因包办制服皮鞋而发了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脚啊永远烂着，夏天闹湿气，冬天闹冻疮，自然烂脚也得照常去巡街站岗，要不然的话别挣了六块洋钱。要么热要么冷，别人都可以找地方躲一躲，连洋车夫都可以自由的歇半天，巡警却得去巡街，得去站岗，热死冻死都活该。那六块现大洋啊，买着你的命了。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么一句，食不饱力不足。不管这句在原地方讲的是什么吧，反正拿来形容巡警是没多大错的。最可怜最可笑的是我们既吃不饱还得挺着劲儿，你说站在街上得像个样子，要饭的花子有时不饿也弯着腰啊，假充饿了三天三夜。反之呢，巡警是不饱却得鼓起肚皮假装是刚吃完三大碗的鸡丝面似的。这花子装饿倒有点道理，我可就想不出这巡警假装酒足饭饱到底是个什么理由。我只觉得这真可笑，人们都不满意巡警的对付事儿抹稀泥。哼，这抹稀泥自有他的理由，不过在细说这个道理之前呢，我愿意先说件极可怕的事儿。有了这件可怕的事儿，我再返回头来细说那些理由的话，仿佛就更顺的更生动。好，就这样办吧。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你让阅读变得简单，你让聆听变得美好，你让世界变得精彩。世界因你而美好，精致阅读，静雅思听。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我这一辈子，七，作者老舍，播讲琴声。应当有月亮，可是叫黑云给遮住了，处处都很黑。我正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巡夜，我的鞋上钉着铁掌。那时候每个巡警又需佩戴着一把东洋刀，四下里鸦雀无声，听着我自己的铁掌和佩刀的声响，我感到寂寞无聊，而且几乎有点害怕。眼前忽然跑过一只猫，或忽然听见一声鸟叫，都叫我觉得不是味儿。勉强着挺起胸来，可是心中总是空空虚虚的，仿佛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不完全是害怕，又不完全是气粗胆壮，就那么怪不得劲儿的，手心上出了点凉汗。这平日里呀，我是有点胆量的，什么看守死尸，什么独自看管一所戏房，都算不得一回事儿。不知为什么这一晚上啊，我就这样的胆虚，心里越是要耻笑自己呢，便越觉得不定哪儿藏着点危险。我不便放快了脚步，可是心中急切的希望快回去，回到那有灯光与朋友的地方去。忽然我听见一排枪，我立定了，胆子反倒壮起来了。真正的危险呐，似乎倒可以治好了胆虚，惊疑不定才是恐惧的根源。我听着，像夜行的马竖起耳朵那样，又一排枪，还又是一排枪，没声了。我等着，听着，静寂的很难堪，像看见闪电而等着雷声那样。我的心跳得很快，啪啪啪啪，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我的胆气又渐渐地往下低落了。一排枪，我壮起气儿来，这枪声太多了，真遇到危险了。我是个人呐，人怕死。我忽然跑起来，跑了几步，猛地又立住。我听一听，这枪声是越来越密，看不见什么，四下漆黑，只有枪声。不知为什么，也不知在哪儿，黑暗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听着远处的枪响，往哪儿跑啊？到底什么事儿啊？应当想一想，又顾不得想。胆儿大也没用啊，没有主意就不会有胆量，还是跑吧，糊涂的乱动总比呆立哆嗦着强啊。于是我就跑，狂跑，
手紧紧地握住佩刀，就像受了惊的猫狗一样，不必想也知道是往家里跑。我已经忘了我是巡警了，我得先回家看看我那没娘的孩子去，要是死就死在一处啊。要跑到家，我得穿过好几条大街，刚到头一条大街我就晓得不容易再跑了。街上黑黑乎乎的人影跑得很快，随着跑随着放枪。兵啊，我知道那是一些辫子兵，而我刚刚剪了发不多日子，我很后悔我没像别人那样把头发盘起来，而是连根烂真正剪去了辫子。假如我能马上放下辫子来，虽然这些兵平素很讨厌巡警，可是因为我有辫子，或者不至于把枪口冲着我来。在他们眼中，没辫子便是二毛子，该杀。我没有了这么条宝贝，我就不敢再动了，只能藏在黑影里看事行事。兵们在路上跑，一队跟着一队，枪声不停。我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的。待了一会儿，兵好像都过去了，我往外探了探头，见外面没什么动静，我就像一只夜鸟似的飞过了马路，到了街的另一边。在这极快地穿过马路的一会儿里面，我的眼睛撩着一点红光，十字街头起了火。我还藏在黑影里，不久火光远远地照亮了一片。再抬头往外看，我已经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十字街口所有四面八角的铺户已全烧起来了。火影当中那些兵们来回地奔跑，放着枪。我明白了，这是兵变呐。不久火光更多了，一处接着一处，由光亮的距离我可以断定，凡是附近的十字口与钉子街全烧起来了。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看。远远的漆黑的天上忽然一白，紧跟着又黑了，忽然又一白，猛地冒起一个红团，有一块天像烧红的铁板，红得可怕。在红光里看见多少股黑烟和火舌高低不齐地往上冒着，一会儿烟遮住了火苗，一会儿火苗冲破了黑烟，黑烟滚着转着千变万化地往上升，凝成一片罩住下面的火光，像浓雾掩住了夕阳。待一会儿火光明亮了一些，烟也改成了灰白色，纯净旺致，火苗不多，而光亮结成一片，照亮了半个天。那近处的烟与火中带着种种的响声，烟往高处起，火往四下里奔。烟像些丑陋的黑龙，火像些乱长乱钻的红铁笋。烟裹着火，火裹着烟，卷起多高忽然离散，黑烟里落下无数的火花，或者三四个极大的火团。火花火团落下，烟像痛快的轻松了一些，翻滚着向上冒着，火团下降，在半空中遇到下面的火柱，又狂喜地往上跳跃，炸出无数的火花。火团远落，遇到可以燃烧的东西，整个的再点起一把新火，新烟掩住旧火，一时变为黑暗，
新火冲出了黑烟，与旧火连成一气儿，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土动，摇摆癫狂。忽然哗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土尘土白烟一起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起在底下往横里吐射，像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舌。静寂静寂，火舌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面了，与高处的火接到一处，通明纯亮，呼呼的响着，要把人的心全照亮了似的。我看着，不但看着，我还闻着呢。在种种不同的味道里，我咂摸着，这是那个金匾黑字的绸缎庄，那是那个山西人开的油酒店。由这些味道，我认识了那些不同的火团。轻而高飞的一定是茶叶铺的，直奔黑暗的一定是布店的。这些买卖都不是我的，可是我都认得，闻着他们火葬的气味，看着他们火团的起落，我说不上来心中是怎样的难过。我看着闻着难过，我忘了自己的危险，我仿佛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只顾了看热闹而忘了别的一切。我的牙打得很响，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对这凄惨的美丽动了心。回家是没有希望了，我不知道街上一共有多少兵，可是由各处的火光猜夺起来，大概是热闹的街口都有他们，他们的目的是抢劫。可是顺着手已经烧了这么多的铺户，焉知不就棍杠腿的杀些人玩玩呢？我这剪了发的巡警在他们眼中不和个臭虫一样，只需一楼枪击就完了，并不费多少事儿。想到这个，我打算回到区里去。这区离我并不算远，只需再过一条街就行了。可是连这个也太晚了，当枪声出起的时候，连贫带富家家关上了门，街上除了那些横行的兵们，简直成了死城。即至火一起来，铺户里的人们开始在火影里奔走，胆大一些的立在街旁看着自己的或别人的店铺燃烧，没人敢去救火，可也舍不得走开，只那么一声不出的看着火苗乱窜。胆小一些的呢，争着往胡同里藏躲，三五成群的藏在巷里，不时向街上探探头，没人出声，大家都哆嗦着。火是越烧越旺了，枪声慢慢的稀少下来，胡同里的住户仿佛已经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最先是有人开门向外望望，然后有人试着步往街上走，街上只有火光人影，没有巡警。被兵们抢过的当铺与首饰店全都大敞着门，这样的街市叫人们害怕，同时也叫人们胆儿大起来。一条没有巡警的街，正像是没有老师的学房，多么老实的孩子也要闹乎闹乎。
一家开门，家家开门，街上的人多了起来，铺户已经有被抢过的了，那跟着抢吧。平日里谁能想到那些良善守法的人民会去抢劫呢？哼，这机会一到啊，人们立刻显露了原形。说声抢，壮实的小伙子们首先进了当铺、金店、钟表行，男人们回去一趟，第二趟出来已经掺杂上女人和孩子们。被兵们抢过的铺子自然不必费事儿，进去随便拿就是了。可是紧跟着，那些尚未被抢过的铺户的门也就拦不住谁了。粮食店、茶叶铺、百货店，什么东西也是好的，门板一律砸开。我这一辈子只看见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是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是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咔嚓，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嚎，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穿，全都红着眼睛，全拼着命，全都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拽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啊。苦人当然出来了，哼，那中等人家也不甘落后啊。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米柴炭是第二波，有的整坛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的面，瓶子罐子碎了一街，米面是撒满了便道，抢啊抢啊抢啊，谁都恨自己只长了一双手啊，谁都嫌自己的腿脚太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子在地上滚，像屎壳郎推着个大粪球一样。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人哪是到处会用脑子的，有人拿出切菜刀来了，立在巷口等着，放下刀晃了晃，口袋或衣服放下了，安然的不费力的拿回家去，放下，不灵验，刀下去了，把面口袋砍破，下了一阵小雪，二人滚成一团，过路的急走捎带着说了句话，打什么呀，有的是东西。两位这时才明白过来，立起来向街头跑去，抢啊抢啊，有的是东西。我挤在了一群买卖人中间，藏在黑影里，我并没说什么，他们似乎很明白我的困难，大家一声不出，而紧紧地把我包围住。不要说我还是个巡警，连他们买卖人也不敢抬起头来，他们无法去保护他们的财产与货物，谁敢出头抵抗，那谁就是不要命啊。兵们有枪，人民也有切菜刀啊。是的，他们低着头，好像到过羞惭似的，他们唯恐和抢劫的人们，也就是他们平日的照顾主对了脸儿，恼羞成怒。在这没有王法的时候，杀几个买卖人才不算一回事儿的，所以他们也保护着我。想想看吧，这一带的居民大概不会不认识我吧，
我三天两头就到这儿来巡逻，平日里面他们在墙根撒尿，我都要讨他们的厌，上前干涉，他们怎能不恨我呢？现在大家正在兴高采烈的白拿东西，要是遇见我，他们一人给我一砖头，我也就活不成了。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反正我是穿着制服配着东洋刀呢。在这个局面下，冒儿咕咚的出来个巡警，那得多么不合适呢？我满可以上去道歉，说我不该这么冒失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他们能白白的饶了我吗？街上忽然清静了一些，便道上的人纷纷往胡同里跑，马路当中走着七零八落的兵，都走得很慢。我摘下帽子，从一个学徒的肩上往外看了看，看见一位士兵手里拎着一串东西，像一串螃蟹似的。我能想到那是一串金银的镯子。他身上还有多少东西不晓得，不过一定有许多硬货，因为他走得很慢。多么自然，多么可羡慕呢！自自然然的提着一串镯子，在马路中心缓缓的走，有稍亮的铺户坐着巨大的火把，给他们照亮了全城。这兵过去了，人们又由胡同里面钻出来，东西已经抢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搬铺户的门板，有的去摘门上的牌匾。现在报纸上常看见彻底这两个字儿。咱们的良民们打抢的时候，那才真正的彻底呢。这时候铺户的人们才有出头喊叫的，救火呀，救火呀，别等着烧尽了呀，喊得叫人一听见就要落泪。我身旁的人们开始活动，我怎么办呢？他们要都去救火了，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巡警，往哪儿跑啊？我拉住了一个屠户，他脱给了我那件满是猪油的大衫，把帽子夹在夹桌底下，一手握着佩刀，一手揪着大襟儿，我擦着墙根儿逃回区里去了。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我们始终精益求精，不贪图数量的多少，不迎合世俗的趣味，坚持只把最有价值、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不浪费您的时间，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做您一生的朋友，而不是一时的玩伴。这是我们的信仰。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我这一辈子，八，作者老舍，播讲琴声。我没去抢，人家所抢的又不是我的东西，这回事简直可以说和我不相干。可是我看见了，也就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不会干脆的、恰当的用一句半句的话说出来。我明白了点什么意思，这点意思教我几乎改变了点脾气。丢老婆是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儿，现在他有了伴儿，我也永远忘不了这次的兵变。丢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儿，
只需记在我心里，用不着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全拉扯上。可这次的兵变是多少万人的事儿，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简直的，我可以用这回事儿去断定许多的大事儿，就好像报纸上那样谈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似的。对了，我找到了一句漂亮的了，这件事儿叫我看出一点意思，由这点意思我咂摸着许多问题，不管别人听得懂这句与否，我可真觉得它不坏。我说过了，自从我的妻潜逃之后，我心中有了个空，经过这回兵变，那个空更大了一些，松松通通的能容下许多玩意儿。还接着说兵变的事儿吧，把它说完全了，你也就可以明白我心中的空为什么大起来了。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大家还全没睡呢，不睡是当然的，可是大家一点儿都不显得着急或恐慌，吸烟的吸烟，喝茶的喝茶，就好像有红白事熬夜那样。我的狼狈的样子不但没引起大家的同情，反招得他们直笑。我本排着一肚子话要向大家说，一看这个样子也就不必再言语了。我想去睡，可是被排长给拦住了。别睡，待会儿天一亮咱们全得出去弹压地面。这该轮到我发笑了，街上烧抢到那个样子，并不见一个巡警，等到天亮再去弹压地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命令是命令，我只好等到天亮吧。还没到天亮，我已经打听出来，原来高级警官们都预先知道兵变的事儿，可是不便于告诉下级警官和巡警们。这就是说，兵变是警察们管不了的事儿，要变就变吧。下级警官和巡警呢，夜间糊糊涂涂的照常去巡逻站岗，是生是死随他们去。这个主意够多么活动而毒辣呢。再看巡警们呢，全和我自己一样，听见枪声就往回跑，谁也不傻。这样巡警正好对得起这样的警官，自上而下全是瞎的混的差事，一点不假。虽然很要困，我可是急于想到街上去看看，夜间那些情景还都在我的心里，我愿白天再去看一看，好比较比较，叫我心中这张画有头有尾。天亮的似乎很慢，也许是我心中太急了。天儿到底慢慢的亮起来了，我们排上队，我又要笑，有的人居然把盘起的辫子梳好放下来了，巡长们也作为没看见。有的人在快要排队的时候还细细的刷了刷制服，用布擦亮了皮鞋。街上有那么大的损失，还有人顾得擦亮皮鞋呢，我怎能不笑呢？到了街上，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啊。从前我还真没明白过什么叫做惨呢，这回还真晓得了。天上还有几颗懒得下去的大星星，云色在灰白中稍微带出些蓝，清凉暗淡，到处是焦糊的气味，空中
游动着一些白烟，铺户全敞着门，没有一个整窗子，大人和小徒弟都在门口或坐或立，谁也不出声，也不动手收拾什么，像一群没主的傻羊一样。火已经停止燃烧了，可是已经被烧残的地方还静静地冒着白烟，吐着细小而明亮的火苗。微风一吹，那烧焦的房柱忽然又亮了起来，顺着风摆开一些小火旗儿。最初起火的几家已经成了几个巨大的焦土堆，山墙没有倒，空空地围抱着几座冒烟的坟头。最后燃烧的地方还都立着，墙与前脸全没有塌倒，可是门窗一律烧掉，都成了些黑洞。有一只猫还在这样的一家门口坐着，被烟熏得连连打喷嚏，可是还不肯离开那儿。平日最热闹体面的街口变成一片焦木的破瓦，成群的焦柱静静地立着，东西南北都是这样，懒懒的，无聊的，欲罢不能地冒着些烟。这地狱什么样我不知道，大概这就差不多吧。我一低头便想起往日街头上的景象，那些体面的铺户是多么的华丽可爱，一抬头眼前只剩下焦糊的那么一片，心中记着的景象和眼前看见的忽然碰到一处，碰出一些泪来，这就叫做惨吧。火场外有许多买卖人与学徒呆呆地立着，手揣在袖里面，对着残火发愣。遇见我们，他们只是淡淡地看了那么一眼，没有任何的表示，仿佛他们已经绝了望，用不着再动什么感情了。过了这一带火场，铺户全敞着门窗，没有一点动静。便道上马路上全是破碎的东西，比那火场更加凄惨。火场的样子叫人一看便知道那是遭了火灾。这一片破碎静寂的铺户与东西使人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繁华的街市会忽然变成绝大的垃圾堆。我就被派在这里站岗，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连动也不敢动。这破烂的街市啊，仿佛有着一股凉气把我吸住了。一些妇女和小孩子还在铺子外面拾取一些破东西，铺子的人不作声，我也不便去管。我觉得站在那儿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太阳出来，街上显得更破了，像阳光下的叫花子那么丑陋。地上的每一个小物件都露出颜色与形状来，花哨的奇怪，杂乱的使人憋气。没有一个卖菜的，赶早市的，卖早点心的，没有一辆洋车，一匹马，整个街上就是那么破破烂烂，冷冷清清。连刚出来的太阳都仿佛垂头丧气，不大起劲儿，空空洞洞的悬在天上。一个邮差从我身旁走过去，低着头，身后扯着一条长影。我哆嗦了一下，待了一会儿，段上的巡官下来了，他身后跟着一名巡警，两人都非常精神，在马路当中当当的走着，好像得了什么喜事似的。巡官告诉我，注意街上的秩序，大令已经下来了，
我行了礼，莫名其妙他说的是什么。那名巡警似乎看出我的傻气，低声照补了一句，就是赶开那些拾东西的，大令下来了。我没心思去执行啊，可是不敢公开违抗命令。我走到铺户外边，向那些妇女孩子摆了摆手，我说不出话来。一边这样维持秩序，我一边往猪肉铺走去，为的是说一声，那件大褂等我给洗好了再送来。屠户在小肉铺门口坐着呢，我没想到这样的小铺也会遭抢，可是镜子成个空铺子了。我说了句什么，屠户连头都没抬。我往铺子里面望了望，大小肉墩子、肉钩子、钱筒子、油盘，凡是能拿走的吧，都被人家拿走了，只剩下了柜台和架肉案子的土台。我又回到了岗位，我的头疼得要裂。要是老叫我看着这条街的话，我知道不久就会疯了。12名兵，一个长官，捧着就地正法的令牌，枪全上了刺刀。原来还是辫子兵啊，他们抢完烧完再出来就地正法别人，什么玩意儿呢？我还得给令牌行礼啊。行完礼，我极快往四下看了看，看着还有没有捡拾零碎东西的人，好警告他们一声。连屠户的木墩都搬走了的人民本来值不得同情，可是被辫子兵杀掉似乎又太冤枉。说时迟那时快，一个14-15岁的男孩没有走脱，枪刺围住了他，他手中还攥住一块木板和一双旧鞋。拉倒了，大刀亮出来，孩子喊了声妈，血溅出去多远，身子还抽动，头已经悬在电线杆子上了。我连吐口唾沫的力气都没了，天地都在眼前翻转。杀人我见过，我不怕，我是不平啊，我是不平啊，请记住这句。这就是前面所说过的，我看出一点意思的那点意思。想想看，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杀了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就地正法呢。天下要是有这个法的话，我插法的亲娘祖奶奶，请原谅我的嘴这么野，但是这种事儿恐怕也不大文明吧。事后我听人家说，这次的兵变是有什么政治作用，所以打抢的兵在事后还出来弹压地面，连头带尾一切都是预先想好了的。什么政治作用这咱不懂，咱只想再骂街。可是就凭咱这么个臭脚巡，骂街又有什么用呢？简直我不愿再提这回事了，不过为圆上场面，我总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来放在这儿，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让他们自己细咂摸去吧。怎么会政治作用里有兵变？若是有意叫兵来抢，当初干嘛要巡警呢？巡警到底是干嘛的？是只管在街上小便的，而不管抢铺子的吗？安善良民要是会打抢的话，
巡警干嘛去专拿小偷啊？人人到底愿意要巡警不愿意啊？不愿意吧，为什么刚要打架就喊巡警啊？而且月月往外拿警捐，愿意吧，为什么又喜欢巡警不管事儿？要抢的好去抢，被抢的也一声不言语呢？好吧，我只提出这么几个样子来吧，问题还多得很呢。我既不能去解决，也就不便再瞎唠叨了。这几个样子就真够叫我糊涂的了，咋想咋不对，咋摸不清哪里是哪里。一会儿他有头有尾，一会儿又没头没尾，我这点聪明不够想这么大事儿的。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老话，这个人民连官兵丁巡警带安善的良民，哼，都不够本儿，所以我心中的空就更大了呀。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还有个好字眼儿，别忘下，汤事儿。谁要是跟我一样，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顶好用这个话，又现成又恰当，而且可以不至于把自己绕糊涂了。汤事儿，完了。若还嫌稍微秃一点的呢，再补上真他妈的就挺合适。静雅思听网站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闪亮升级，让每一次分享看得到也能听得到，想见证惊喜快去试试吧。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我这一辈子九，作者老舍，播讲琴声。不需再发什么议论，大概谁也能看清楚咱们国的人是怎么回事的。由这个再谈到警察，稀松二不眼正是理之当然，一点儿也不出奇。就拿抓赌来说吧，早年间的赌局啊，都是由顶有字号的人物做后台老板，不但官面上不能够超拿，就是出了人命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赌局里打死人是常有的事儿。赶到了有巡警之后，赌局还照常开着，敢去抄吗？这谁也能明白，不必我说。可是不抄吧又太不像话，这怎么办呢？有主意，捡着那老实的办案，拿几个老头老太太抄去几沓纸牌，罚上十头八块的，巡警呢就算交上了差事，社会上呢大小也有个风声。行了，拿着一件事儿比划十件事儿，警察自从一开头就是抹稀泥，他养着一群混饭吃的人，做些个混饭吃的事儿。社会上既不需要真正的巡警，巡警也犯不上为六块钱卖命，这很清楚。这次兵变过后，我们的困难增多了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抢着了不少东西，总算发了邪财，有的穿着两件马褂，有的十个手指头戴着十个戒指，都洋洋得意的在街上扭，
斜眼看着巡警，鼻子里哽哽地哼着白气儿。我呢也只好低下头去。本来嘛，那么大的阵势，我们巡警都一声没出，事后还能怨人家小看我们吗？赌局到处都是，白抢来的钱输光了也不舍本啊，我们不敢去抄，想抄也抄不过来，太多了。我们在墙外听见人家里面喊人酒对子，只作为没听见，轻轻地走过去，反正人们在院里面耍呢，不到街上就行。哼，人家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咱们留啊。那穿两件马褂的小伙子偏要显出一点也不怕巡警，他们的祖父爸爸都没怕过巡警，也没见过巡警，他们为什么这辈子应当受巡警的气呢？单要来到街上赌一把，有骰子就能开宝，蹲在地上就玩起活来，有一对石球就能踢，两个人也行，五个人也行，一毛钱一脚，踢不踢？好了，倒回来拍，球碰了球一毛，耍真不小啊。一点钟里面也过手好几块，这都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管不管呢？管吧，一个人只配着连豆腐都切不开的刀，而赌家老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名人不吃眼前亏呀。巡警得绕着道走过去，不管的为是。可是不幸遇见了稽查，你难道瞎了眼看不见他们聚赌？回去至清是记一过，这份委屈上哪儿诉去呢？这样的事儿还多得很呢。以我自己说，我要不是配着那么把破刀，而是拿着把手枪，跟谁我也敢碰碰。六块钱的响银自然是合不着卖命，可是泥人他也有个土性，架不住碰在气儿头上。可是我摸不着手枪，枪在土匪和大兵手里呢。明明看见了大兵坐了车不给钱，而且用皮带抽洋车夫，我不敢不笑着把他劝了走。他有枪，他敢放，打死个巡警算什么呢？有一年在三等窑子里面，大兵打死了我们三位弟兄，我们连凶手都没咬出来，三位弟兄就白白的死了，没有一个抵偿的，连一个挨几十军棍的都没有啊。他们的枪随便放，我们赤手空拳，我们这是文明事儿吗？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就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时不保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八九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我是个巡警，并不来求谁原谅，我只是愿意这么说出来，心明眼亮，好叫大家心里有个谱。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当过了一两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了，遇见官事，长官们总叫我去挡头一阵，弟兄们并不因此而嫉妒我，因为对大家的私事啊，
我也不走在后面。这样每逢出个排长的缺，大家总对我嘟囔，说这回呀一定是你补缺了，仿佛他们非常希望要我这么个排长似的。虽然排长并没落在我身上，可是我的才干是大家知道的。我的办事诀窍就是从前面的一大堆话中抽出来。比方说吧，有人来报被窃，巡长和我就去查看，操操的把门窗护院看一会儿，顺手搭音儿，就把我们在哪儿有岗位，夜里有几趟巡逻都说得详详细细，有滋有味，仿佛我们比谁都精细，都卖力气。然后找门窗不甚严密的地方，话软而意思硬的开始反攻。这扇门可不大保险，得安把阳锁吧，告诉你这安锁要往下安，门槛那溜就很好，不容易叫贼摸到。屋子里面养条小狗也是个办法，这狗圈在屋子里呀，不管是多么小，有动静就会汪汪，比院子里放着三条大狗还管用呢。这个先生啊，你看看啊，我们多留点神儿，你自己呢也得注点意，两下一凑合，准保就丢不了东西了。好吧，我们回去，多派几名下夜就是了，先生歇着吧。这一套把我们的责任给卸了，他就赶紧得安锁养小狗。遇见和气的主呢，还许给我们泡壶茶喝，这就是我的本事。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叫人看出来抹稀泥来，我就怎么办。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和神气啊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有弹簧似的。这点我比他们强，而且他们还是学不了去，这是天生来的才分。赶到我独自下夜遇见贼，你猜我怎么办。我把佩刀攥在手里，省得有响声，他爬他的墙，我走我的路，各不相扰。好吧，真要叫他记恨上我，藏在黑影里给我一转，我受得了吗？那谁呢，傻王九不就瞎了一只眼吗？他还不是为拿贼呢。有一天他和董志和在街上强迫给人家剪发，一人手里一把剪刀，见着带小辫的拉过来就是一剪子，叫人家给记上了。等傻王九走单的时候，人家照准他的眼就是一把石灰，我让你剪我的发，我插你妈妈的。他的眼睛就那么瞎了一只。你说这差事要不像我那么去当，还活着不活着呢？凡是巡警以为该干涉的，人们都以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像傻王九似的平白无故的去丢一只眼睛去，我还得留着眼睛看这个世界呢。我轻手蹑脚的躲开贼，我的心里并没闲着，我想我那两个没娘的孩子，我算计这一个月的嚼过，也许有人一五一十的算计，而用洋钱做单位吧。我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的算，多几个铜子我心里就宽敞，少几个我就得发愁，还拿贼呢，谁不穷呢？
穷到无路可走，谁也会去偷的，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体面呢。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分享更是一种态度，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分享有温度的声音，亮出你的态度。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我这一辈子，十，作者老舍，播讲琴声。这次兵变过后，又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改朝换代是不容易遇上的，我可是并没觉得这有什么意思。说真的，这百年不遇的事儿啊，还不如兵变热闹呢。据说一改民国，凡事都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我还是巡警，饷银也没增加，天天出来进去还是那套。原来我受别人的气，现在我还是受气。原先大官们的车夫仆人欺负我们，现在新官手底下的人也并不和气，汤事儿还是汤事儿，倒不因为改朝换代有什么改变。可也别说，这街上剪发的人呢比从前多了一些，总得算作一点进步吧。排酒押宝慢慢的也少起来了，贫富人家都玩麻将了，我们还是照样不敢去超赌。可是赌具不能不算改了良，文明了一些。民国的民倒不怎么样，这民国的官和兵啊可了不得，像雨后的蘑菇似的，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官和兵。官和兵本不当放在一块儿说，可是他们的确有些相像的地方。昨天还一脚的黄土泥，今天做了官或当了兵了，立刻就瞪眼，越糊涂眼瞪得越大，就好像是那糊涂灯，糊涂的透亮。这群糊涂玩意儿听不懂哪儿叫好话，哪儿叫歹话，无论你说什么，他们总是横着来。他们糊涂的叫人替他们难过，可是他们自己很得意。有时候啊，他们叫我都这么想了，我这辈子大概做不了文官或者是武官了，因为我糊涂的不够程度啊。几乎是个官就可以要几名巡警来给他们护院，我们成了一种保镖的，挣着公家的钱可为私人做事。我便被派到宅门里去。从道理上讲，为官员守私宅简直不能算作差事，可从实力上讲啊，巡警们可都愿意这么着被派出来。我一被派出来就拔升三等警，哎，招募警还没有被派出来的资格，我到这时候才算入了等。再说呢，宅门的事情它清闲，除了站门守夜没别的事儿可做，至少一年呢可以省出一双皮鞋来。事儿少，而且外带着没危险，宅里的老爷和太太们若打起来用不着我们去劝，
自然就不会把我们打在底下受些误伤。巡夜呢，不过是绕着宅子走两圈，准保遇不上贼。墙高狗厉害，是小贼不能来，大贼他不便于来。大贼找退职的官去偷，既有油水，又不至于引起官面严拿。他们不惹有势力的县人官，在这儿不但用不上去抄赌，我们反倒保护着老爷太太们打麻将，遇到宅里请客玩牌，我们就更加清闲自在。宅门外放着一片车马，宅里到处亮如白昼，仆人来往如梭，三两桌麻将，四五盏烟灯，彻夜的闹哄，绝不会闹贼。我们就睡大觉，等天亮散局的时候，我们再出来站门行礼，给老爷们助威。要赶上宅子里有红白事儿，我们就更合适了。喜事唱戏，我们跟着白听戏，准保都是有名的角儿，在戏园子里绝听不到这么齐全。丧事呢，虽然没戏可听，可是死人不能一天半天就抬出去，至少也得停个三四十天，念好几棚的经。好了，我们也就跟着吃吧，他们死人咱们就吃犒劳。怕就怕死小孩，既不能开掉，又得听着大家嗷嗷的真哭。其次就是怕小姐偷偷的跑了，或者姨太太有什么大错而被休出去，我们捞不着吃喝看戏，还得替老爷太太们怪不得劲儿的。叫我特别高兴的就是当这路差事，出入也随便了许多，我可以常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这区里或者段上请会儿福假都好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内勤或者外勤，工作都是刻板排好了的，不易调换更动。在宅门里面，我站完门便没了我的事儿，只需对弟兄们说一声就完全可以走半天。这点好处常常叫我害怕，怕再调回区里去。我的孩子们没娘，还不叫他们多看看父亲吗？就是我不出去也还有好处，我的身上既永远不疲乏，心里又没多少事儿，闲着干什么呢？我呀，宅上有的是报纸，闲着就打头到底儿的念大报小报新闻社论，明白吧不明白吧我全念老念，这个帮助我不少。我多知道了许多事儿，多识了许多字儿，有许多字儿到如今还念不出来，可是看惯了我会猜出他们的意思来。就好像街面上常见的人，虽然叫不上姓名的，可是彼此怪面熟的。除了报纸，我还满世界去借闲书看，不过比较起来啊，还是念报纸的益处大，事情多，字眼杂，看着开心，唯其字多事儿多，所以才费劲儿。念到我不能明白的地方，我只好再拿起闲书来了。闲书老是那一套，看了上回猜也会猜到下回是怎么回事，正因为他这样，所以才不必费力。看着玩玩就算了，报纸开心，闲书散心，这是我的一点经验。在门里可也有坏处，这吃饭就第一成了问题。在区里或者段上，我们的伙食钱呢，是从这个饷营里面
坐地儿扣，好歹不拘，天天到时候就有饭吃。这派到宅门里边来呀，一共三五个人，绝不能找厨子包办伙食，没厨子肯包这么小的买卖。宅里的厨房呢，又不许我们用，人家老爷要巡警，因为知道是可以白使唤几个穿制服的人，并不大管这群人有没有肚子。我们怎么办呢？自己起灶做不到，买一堆盆碗锅勺，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调走了呢？再说人家门头上要巡警，原为体面好看，好，我们若是给人家弄得盆朝天碗朝地刀勺乱响，那成何体统啊？没法子，只好买着吃。这可够别扭的，这手里若是有钱呢，不用说，买着吃就顶自由了，爱吃什么就叫什么，弄两盅酒我的，叫两可口的菜，岂不是个乐子？请别忘了，我可是一个月总共才进6块钱呐，吃的苦还不算什么，一顿一顿想主意可真叫人难过，想着想着我就要落泪。我要省钱还得变个样，不能老甜干馍馍辣饼子像甜鸭子似的，这省钱与可口简直永远不能碰在一块儿。想想钱就认命吧，还是弄几个干烧饼喝一块老腌萝卜对付一下吧。想到身子似乎不该如此，想越想越难过，越不能决定，一直饿到太阳平息，还没吃上午饭呢。我家里还有孩子呢，我少吃一口他们就可以多吃一口，谁不心疼孩子啊？吃着包饭我无法少交钱，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吃饭了，为什么不多给孩子们省出一点呢？好吧，我有8个烧饼才够，我硬吃6个，多喝2碗开水来个水饱。唉，我怎能不落泪呢？看看人家宅门里边，这老爷挣钱没数。是啊，你只要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他拿多少薪俸，可是人家绝不止那点固定的进项。就这么说吧，一个月挣800块的，若是干挣800块，他怎能那么阔气呢？这里必定有文章啊。这个文章是这样的，你要是一个月挣6块钱，你就死挣那个数，你兜里忽然多出1块钱来，就会有人斜眼看你，给你造些谣。你要是挣500块钱，就绝不会死挣这个数，而且你挣得越多，人家越佩服你。哎，这个文章似乎一点都不合理，可是他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你爱信不信。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这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就是原来他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是没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头可看见他了，这民国呀到底有好处啊？哼，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算开了眼了。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该穿蓝布大褂你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该叫做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子里面可有了自由了，
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带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去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他没御史啊。你要是没在大宅门里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都比老年家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讲吃的，现在交通方便，这山珍海味随便吃，只要有钱，你吃腻了这些，还可以拿西餐洋酒换换口味。哪一朝的皇上大概也没吃过洋饭吧，讲穿的，讲带的，讲看的听的，使的用的，都是如此。坐在屋里，你可以享受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如今享福的人那真叫做享福啊。自然如今搂钱儿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50块钱一小盒的香粉，说是什么由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儿的粉是很贵呀。我的邻居李四儿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40块钱，足见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啊，那一定。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锦子贫嘴恶舌，哼，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我再从另一方面说几句，虽然还是话里套话，可是多少有点变化，好叫人听着不俗气厌烦。刚才我说人家宅门里面怎样自由怎样阔气，谁可也别误会了，人家做老爷的就整天大把往外扔洋钱，老爷们才不这么傻呢。是啊，太太擦着比一个小孩还贵的香粉，但是姨太太是姨太太，姨太太有姨太太的造化与本事，人家做老爷的给姨太太买那么贵的粉，正因为人家有地方可以抠出来。你就这么说吧，好比你做了老爷，我就能按着宅门的规矩告诉你许多诀窍，比如说你的电灯、自来水、煤、电话、手纸、车马、天棚、家具、信